我们等一下会有精彩来宾，会有来宾来到我们的直播棚。哎 ，Hello Hello Hello， 请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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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的努力，新年快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跟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我刚刚今天穿情侣装，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可以，你够了，可以了，好了，来跟大家打招呼，跟大家打招呼。好，大家我们是努力，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吉他手 JK， 我是鼓手马克，贝斯手 Zack。好，上你还好吗？怎么说？因为你前一阵子发生了车祸，是吧？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但已经过半年了。哦，半年了，哎，还好啊，已经痊愈了。痊愈了是不是？伤在当时伤是在哪里啊？脚蛮严重的，然后下巴有一点这样，但现在都没事。所以没有伤到或什么之类，只有皮肉伤。皮肉伤。好，这是我第二次跟他们见面了，对不对？去年我们在高雄，对不对？好，那过了一年之后，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些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我们你说今天的表演吗？对，我们今天有准备了两首 cover， 然后一首是为了那个赛车场力宝赛车场，然后我们准备一首叫《极速》，郑伊健的《极速》。台说我已经听到了，很厉害。我已经听过了，我有 cover 这首歌，然后还有今年很红的《鬼灭之刃》的。哇塞！哇塞！哇塞！你们真的好会，好厉害哦！哎，我可以偷偷的请你们唱个两句吗？不行！你主唱，你不要唱，你唱。没有，等一下呢，这个东西是很精彩，很精彩，所以这要我们留在舞台上。舞台上，我们连脱文都不敢讲，真的假的？一定要锁定等一下的直播，就对了。你们有被下了保密防谍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下了。我们自己下了。那这个直播现场，你们可以秀什么一点点给我们吗？没有，我的大表哥。新年快乐！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高，再高。其实坦白说啦，因为中天我们现在成立了中天娱乐频道，那当然我们未来很多的粉丝朋友也都会在这上面可以看到你们的新作品，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打歌赶快来这边好不好，来欢迎我们，再来帮我们呼吁大家订阅一下，对，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到这个中天娱乐频道，对， YouTube 订起来，订阅开启小铃铛，订阅我们都跟你们问好，嗨嗨嗨嗨嗨，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怎么了？你都没有讲话，你很……我有啊，我有啊，我讲话啊，我说赶快订阅人，赶快订。然后就看他一直在抖，说你有比我冷吗？我很怕冷，我怕对畏冷体质。你今年你穿了几件？一二三，就这样而已，就这样子而已。你几件？我两件。你不怕冷？哎，我怕。不是青春的肉体就是不一样的。青春有什么保暖秘方吗？手套，就手套了。暖暖包，我只有你有，那别人没有。这是自备的啦，自己有想到。等一下紧张一点，然后那个肾上腺素应该就会。OK， 你们紧张吗？等一下等他。现在还好，是有点冷啊，有点冷，还是有点冷。只有我一个人紧张吗？你是只有你紧张吗？因为要挑战三个语言嘛。对啦，所以这样子。我跟你们说，他们为了要参加客家的比赛，他们去学客家话。助冲有松勇，感谢打鼓的马克，感谢贝斯手 Zack， 哎，主持人厉害，他们真的会，这个原因是因为，哎，等一下，等我要说，我哪些马克东西啊？哪些？赶快你们赶快教我们的主持人，对，我叫陈慈，那陈慈翻成客家话怎么说？你确定是我的吗？考试，因为我们刚那段背了半个月，所以那个即兴的东西我们不会。好，那我们讲好了，好不好？中天娱乐频道听起来，好不好？定起来，定起来。你会讲哦？定起来。来，一二三，中天娱乐频道听起来。客家话比较难学，日文比较难学。我个人觉得客家话。客家为什么？因为它跟中文太像了，你会一直去念中文的音。那日文它是完全不同的读法，所以你反而不会读到那个音。哎，可是其实日文也有很多跟中文很像的啊。也蛮像，只是说它有那个拼音可以看呢。那客家话就是死音记死背。那请他们秀一下日文好不好？好啊。OK， 那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僕たちはノビです。
こんばんは。ここでライブやります。皆さんぜひ見てください。And 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会場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はい。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新年快乐。你真的很做自己。因为我们到日本。对，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年前才加入的，对，所以那日本那个过程我就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是收割他们三个的功劳。啊，对啊，空降大队，空降大队，对，空空降部队，空空空。但是你会不会有点羡慕？应该会再不会放弃，对不对？还好，有机会还是会回去。预计明年好，如果疫情有好转的话，我们会再去演出。如果疫情好转，对，但现在还在观望当中。好啊，那明年就是2021年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目标跟希望跟网友分享一下？明年的目标，我们希望就是累积更多的创作，然后希望可以跟更多音乐人可以合作，对，然后也是把我们乐团的知名度，希望让大家越来越知道这个团这样子，扩散再扩散。扩散，扩散，就像病毒一样扩散，是不是？不要，不要，不要，名气要快去掉了啦，对对对。哎，他们现在也是 YouTuber 哎，我们是周更 YouTuber， 对对呀。你现在要合作一下吗？是不是？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有很多时间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拍一些我们的日常，是是，然后每周都会更新。好，最后你要不要呼吁大家可以把频道定起来？对，我们叫 NOOVY Novi， 然后希望等一下大家可以看这个直播之外，也可以看我们 YouTube 的影片。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加油加油！谢谢，谢谢，演出成功！新年快乐！感谢感谢！谢谢，谢谢！锁定哦，锁定了哦！对，一样看他们哦，他们好，谢谢，他们真的好厉害！感谢感谢，拜拜。台中力宝跨年 Go， 超大咖降临开唱，萧敬腾、顽童、安心亚连续两天双演唱会嗨翻天，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精彩新闻不漏接。